Hello，大家好。杨博文，十三，幸运数字，还有幸运数字，没有幸运数字。我喜欢五，喜欢什么菜系？我就喜欢吃肉，蒜苔。我最喜欢吃酸菜鱼吧。什么颜色都有，对。不喜欢，四季我最喜欢秋天。口头禅是，都可以。少儿嘞。最喜欢哪一部？我不怎么看电视。我最喜欢蜘蛛侠。最喜欢动画片是《航海王》。Try。我最喜欢那种怎么说呢，比较 R&B 的音乐吧。最想尝试稍微偏水系一点。睡觉。我有什么优点呢？第一个就是能坚持吧。第二个，我觉得还算比较善良。第三个就是能睡觉。小时候想当科学家，物理科学家，打篮球。最喜欢生物，这个我一般都是哪个更容易一些，我就先做了哪个，一般都是数学吧。说英语还想学俄语，隐形人，那就是去世界各地游玩，喜欢文字。我不怎么发朋友圈，一个感叹号。这啥呢？狗头，怎么模仿啊？狗头怎么模仿啊？怎么回稍微热情一点。比如说，先跟我打招呼的人，我觉得我是感性与理性并存的一个人。一般来说应该都是参与者，就是这样了。我喜欢提前完成任务。我的大脑 一般晚上就是，差不多10点多11点，刷牙洗漱，睡前收拾书包。一天的休息时间，我就是醒在家里看会儿书。我爸妈给我买了一个新手机，但是还没给我。他们买完了，但是没给我。就是能在周末的时间里，就是自己在家玩一会儿。心情不好的时候睡觉，然后去有时候就是跳舞，就是跳完舞也会好。去玩密室，我每天都很幸福。最近就是想学编程，但是还没有什么时间去学。今天夏天，我要去海边玩。
我想问，就是再过几年的我，就是会不会变得更自律一些？想去打羽毛球，最想去。我现在最想回家。不会，没有什么想抹去的黑历史。哈，怎么？对十年后的自己，做最好的自己吧，然后要天天开心，拜拜。哦，姓名跟名字是一样的吗？我叫陈一恒，然后我的英文名叫 Jonathan。我是13岁了，我是2010年5月9号出生的。三个，这是钢琴和架子鼓，还有小号，小号在学校学的。杭帮菜，对。水果，榴莲。白色或者黑色。夏天因为学校放假放的长一点，对，休息的很长，但是太热了，这是不好的点。好有笑，来吧，或者回家吧。动作片，喜欢看成龙演的，这是。动作剧，对，成龙演的所有的角色。我不喜欢动画片，但是如果有的话是 Iceland。 Leave the door open。 流行音乐 Hip Hop 或者 Locking。 打篮球，我吃不胖，能照顾好自己，还有打篮球挺好的。职业篮球运动员，最喜欢打篮球，也喜欢打羽毛球。然后我如果长期不运动的话，我会浑身难受，所以我要经常去运动。数学。看哪个最多吧。三个，中文和英语还有西班牙语。见到 NBA 球员。蚊子。我不会发朋友圈。我之前的表情包就是看情况吧，看的我朋友发的是什么。如果我，但是我经常发那种笑脸那种吧。就这样，就是这样，笑了。对，反正就是笑着，对。就是长得高的人和长得比较壮的人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健康，而且我也想看看他们会什么运动，对，就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会儿。虽然是陌生人，但是有点好奇。觉得偏感性，不会哭，但是会就感觉会有泪水。我觉得就是我两个都是吧。如果我朋友不知道这个地方，但是我比较熟悉的话，我会去跟他们说哪些地方可以玩啊。如果我对这些地方不太了解，但我朋友知道的话，我会向他们请问。我不太喜欢自拍。
我喜欢让别人帮我拍，但我没有自拍过，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太喜欢自己拍，但是如果别人帮我拍的话，我会像一面墙，然后靠着或者拉着一个杆子，然后这样子看着外面，对，不要看镜头，会这样子会帅一点，我觉得。我觉得会快结束的时候再弄再写，但是不是像最后一天或者最后一个星期，会就是前面一点，对。出门，衣服穿衣服，这肯定要穿了吧？我会戴帽子吧，因为我挺喜欢戴帽子，我家里有30多个帽子吧。我带手机，我肯定要带手机。一般晚上看是看是什么时候吧，如果是放假的话，我可能会晚一点，像11、12点吧，但是如果是像要上学的话，我会像9点或没有10点或者10点半。写完作业然后可以下去打一会儿篮球，或者跟朋友一起玩一会儿，聊一会儿天，在网上打篮球，跟朋友玩，多跟家人一起逛逛街，因为他们挺喜欢逛街的，所以陪他们一起逛逛街，多陪家人一会儿，跟朋友一起聊会天和玩游戏吧。我最近买了一些关于篮球性的东西和画画的，因为我很喜欢画画，我昨天还是前天画了一个毒液。照片在我手机上。OK。多睡一会儿，因为我最近起得挺早的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看一些在网上看一些视频，我喜欢看的东西。最勇敢的事情就是我上次跟我妈回来买一点东西回来，在我家的时候，我看见两个大狗，加起来比我还高的狗在打架，然后他们有点受伤，我不太喜欢看动物被受伤了，所以我勇敢的去网上把他们两个给分开了，对，但是因为那两个主人有点怕不敢动，我就自己来，虽然不是我的狗，但是我也会帮忙的。我见到一个 NBA 球员的时候，他是一个退役的 NBA 球员，我有一次跟他单挑的时候赢了他，我跟他握手，跟他这样子了，我觉得很棒。编曲跟朋友学一点，因为我朋友已经熟悉了，他知道怎么编曲，所以我多跟他学学，然后自己编了一些曲。好的。见到虫子，因为我最怕虫子，我如果没看清，见到一个这叫什么蚊子，对，蚊子，我如果飞过去很快，我没看清是什么，我可能也会有点怕，我恐高。因为我上次在学校有个 party 的时候，我们去爬山了，然后爬得特别特别高，然后我有点害怕，我就死着握着这个石头不敢松手，然后我这一直喊救命，对，我好怕。我未来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会问这个问题，会呈现吗？就是去看篮球比赛，虽然可能以后我可能会去看，但是以前我一直想看，我很喜欢篮球明星，想见着他们
本人。科比，但是虽然我们就不用说了他发生什么事，现在就想看库里或者詹姆斯。我会先把他留着，等有篮球比赛的时候，我直接打开门，直接进入篮球比赛场，然后可以看篮球比赛。偶尔吧，就是如果要出勤的话，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的话，我会去看一下镜子到底帅不帅，然后会做一些能够让我帅一点的造型。对，算了算了，不是这个。没有，因为我基本上没有那么多黑历史。如果是视频的话，我可能要想删。对，但是估计现在我想象中好像没有什么黑历史的视频。对，我的笑点有点低。对，我偶尔就是不搞笑的事情的时候我可能会笑，但是越搞笑的事情可能会不笑，但是可能会笑。对，看看我十年前长什么样子，忘记我怕我忘记我自己长什么样子，对比一下有什么差距。给，拜拜。